哎，手放开！我跟你讲哦，爱抱阮家村的时阵，手袂当卡着遮，若无阮家村哦，会真无爽快，知无？哎，那位经纪人啊，你即马是甲家己当作导演哦？你安尼为什么要当戏秀？歹势，歹势，摄影师，我甲阮经纪人吼沟通一下，沟通一下。好，麻烦一下。沟通一下。什么啦？你文章，你到底来在做啥？ 别得叫我火车赶快跑！我是囡仔的爸爸，伊要做伤害囡仔的动作，我哪会当无管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会跟囡仔停掉，你别再继续做这些无边际边的代志哦。这些巧好，别不听的，那无。 笑眯眯，对我的请白白。原本想讲要来关心你，今日甲你一个，今嘛我看唔免啦。袂歹哦。你这创啥？跳江的哦，明明就有张借位，想到真正要进来，你是想要吃阮家传的豆腐啊？ 是啦，其实伊毋是我经纪人，我嘛毋知影啥做伊囡仔伫遮做一大堆莫名其妙代志。伊毋是你的经纪人，啊无到底是你的啥？伊是想，我嘛毋知影，我只要去甲阿汤聊谈啊。哎，唔通用走的啦，你管他遮尔悬，我都要安怎？要你管啊！ 你把做代代有我的囡仔，我袂当无管啊！讲真正袂当为着我改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咧想，咱即马已经有囡仔，会当试看卖啊，先结婚，再来看咱是毋是有机会嫁伊对方啊。万一最后也无法度嫁伊对方咧，咱就离婚，至少伫囡仔三岁之前。 给对方一个机会。啥做是啥会？三岁之前，囡仔上歹带，上需要爸母做伙合作。三岁了后，伊就去幼稚园，有同学，有朋友。到时阵，咱若是分开，对影响较袂遮尔大。监护权。监护权会当互你，啊，毋过至少互我一礼拜，会当看两届囡仔的机会。 好，现在新郎帮我亲新娘，很好，慢点哦。监护权好啊，你妈早就不可能带。只要你愿意嫁给我。 给囡仔生落来，咱做伙甲彩虹大汉，我就有法度，所以阮妈来带。我知影，结婚之前跟你讲离婚的代志足奇怪，啊，不过我可能想要你放心，咱的婚姻是完全想要保护囡仔，爱囡仔。 哥，你不是已经有女朋友啊？我等来台湾的时阵，就已经甲伊分手啊。咱若要讲一个基础，我嘛是无可能答应我嫁予你。咱两个人是囡仔爸爸跟妈妈，只要你决定好，我相信恁妈一定会答应。 我一定对你，跟我妈做台的囡仔负责，咱这回，我囡仔大汉，好不好？